Hello，我回来了。哎呀，莫易安安，李赫赫安安，萧远安安，简嘉诚安安，飞翔安安。我以为下午今天不该开会，反正是不想开啊，不知道就想回去睡又睡不着，今天有点闷热，虽然也很适合睡觉啦。RJERRMY 安安，AKOALE 安安。结果昨天晚上忘记挂了，直接跑去睡觉了。昨天12点一睡，睡到早上8点哦，觉得有休息到，舒服。好，我们要干嘛？昨天说要干嘛去了？这可以换诶，我们要换什么？跳跃提升，回复好像还好诶。农田吧，把农田改一下。然后我才发现啊，这个可以这样子放诶。好好好，好，我们先关游戏音效。好，先聊天，因为我刚刚在玩那个我的拇指琴啊。JRLING 安安，咦，我总觉得你好眼熟，偷看一下，好，认错人了，对不起，抱歉，认错人了。我刚刚在一直在玩这个，很久没有拿出来玩了，所以昨天一直在玩，就这样，有声音吗？哦，这声音大多了，之前用那个耳麦根本收不到声音，这个啊。没有，因为我的指甲比较偏扁圆形的那一种，玩卡林巴琴的都是那种指甲要很细长。对，就是怎么说，反正就是玩卡林巴琴的那个指甲，要么用假指甲，要么就是指甲修那种细细长长的。安安，躺到哪里啊？即时，哦，即时也吗？哎呦，就很无聊在玩啊，因为我的乐谱太少了，那时候找的谱，我看一下哦，一二三，就四个，一个是告白气球啊，告白气球我也没有完成，练完就没有玩了。我想告白气球。在哪里？这个，因为你要边看琴谱，然后边按，真的很难，因为它的键太近了，然后你一定真的没办法边看
不边看琴谱边弹啊，因为我本身没有音乐底子，就只是至少直笛，然后不会那个唱歌不会走音吧，还是怎样的，顶多破音啊。LOW 贝贝凯欣空元然后还有这首，这首是本来就会的。还是钓个鱼好了，不然没画面，感觉又很奇怪。海洋祝福修补，没有鱼饵。等下我打开那个钓鱼机，1.5.2，单人游戏。哎呦，感谢。什么乐器？卡林巴琴，俗称拇指琴，应该说拇指琴，俗称卡林巴琴。1.15.2啊，单人游戏啊。嗯，My Cry，哎呦呀，哦，这边有个井号，是不是这个？然后按这个，哎，有了。等一下哦，去查一下，你就打拇指，手掌那个拇指，不是手掌啦，手指头那个拇指，然后钢琴的琴。刚刚谁给钱？为什么没听到通知？感谢 AKOALEE 成为支持者。刚刚怎么没有跳？感谢你。那粉专可以拉你进来群，所以你要截那个支持证明。嘿，伴随的。琴声5岁了，不可能，那我就要乱玩，因为这随便玩真的很好听诶。这音色真的很好听，然后继续找，然后就刚刚剪完片之后就在玩这个，玩到刚刚，想说。要开台吗？好懒哦，要睡觉吗？睡不着，就唉三。356，然后指甲没有修的话，就是你看，反正可以这样子哦。如果指甲没弄好的话，变成这样子。装韩哦，我记得你是说叫你装就好，对不对？装安安，有我记得。
纯白的羽翼，起，纯白的，安安，差点以为是麦块的音符，新的音效，后来才想想教主关的音量。另外是，感谢你的支持哦。没有，我跟你讲，再来就是我可能在麦块里面就是盖这个唱那个什么音唱片机音乐盒了。可是我就是没音乐底子啊，唯一学过音乐的就只有在国小跟国中，国小是纸笛嘛，国中音乐课就只是在补充音乐知识，没有真的在，有啦，有吹中纸笛，小时候幼稚园是纸笛嘛，然后国中是中音纸笛，张君午安。梦想和手心决定继续。我看一下怎么弹哦。可以耶。这好像有点简单诶。说到在哪里？等下，这字太小了，好烦哦！等下哦，我跟你讲哦，滑鼠在这。弹什么鬼啦！我坐在前面而已。维持一种心情。六六。这本是不是高音？奇怪。现在低音啊，午安辛苦了，不会啦，在挂自动钓鱼机，在玩我的卡林巴琴。我要打什么歌啊？这个是我国小有时候有一次参加音乐社团里面学到的。来伤害你们的耳朵，因为乱弹琴，才是自己的主人。那边是高音，不是啊？可是维持一种心情，
像是天生的快乐甜蜜，维持一种心情，像是天生的快乐甜蜜。没有，我现在要弹是相信我独一无二是唯一这边，可是这边是高音欸，相信我独一无二是唯一。对啊，你看哦。然后这边是像是天真的快乐啊，像是天真的快乐甜蜜，相信我独一无二是唯一。好奇怪哦。我刚刚一开始好像听到教主谈星座，是我的。你那个是怎么知道谈星座那个什么样 L 的？是我的错？你在打什么？这是什么装置？你是说麦块里面还是这个声音？这个可能要开视讯才知道在干嘛。可是不要，我不想开。对啊，就怪怪的啊。而且这是直笛谱哦，因为卡林巴就适合直笛谱，就很简单啊。然后在哪里？像是天真的快乐甜蜜啊，可是变高欸。在这个世界，快乐甜蜜。他应该是复制错了吧？因为总还是一样的啊。对啊，这应该第二段才是这个啊。感谢老G的，靠，这什么鬼东西啊？50颗星星，早安早安，欢迎安安，王雅金安安，艾琳早。那是日文哦。哎呀，哪一段啊？你是说这个吗？2006，奇摩知识家找到的，很乱呐、啊。我什么的音乐教室没有？怎么会是音乐教室？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复制起来，这个之后慢慢找时间练。因为我以前手机还是那种。欸，传统手机就是可以自己设定铃声，就是我自己乱摸摸那个珍珠美人鱼的歌出来。珍珠美人鱼，储存，
打扫，等等回来，好拜。还有什么？哇哇，这边好多、哦。我找那个 beautiful， 这是什么？什么？等一下，它只有数字没有歌哎。我看一下哦。梦想在手心，决定继续。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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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的温度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啊？这什么？不对啊！午休偷偷看直播，不知道会不会抓到。午那样，你们现在是趴着，现在是趴着睡觉时间啊，在看，在挂台哦。哇，那你是戴着耳机还是偷偷那个？啊，找到了。啊，它的高音跟低音没有刮起来，可恶！我的爱一和梦，轻轻地和回自己呀、啊，相信中的悲伤，化成繁星到天，到天际，所以要一。相信，还是我不该这时候开台啊！但愿注定，是高音的哦。怪怪的，等一下、喔，井字号是高音嘛？是吗？给我室友送东西，等等回来，好。这太好笑了吧，就这样欸。噔噔噔，欸，什么东西？沙罗的歌，通华丽德美丽那个，就叫这样而已。什么鬼啊？还有什么相连一大调，半音。等于高音，挂号等于高音。半音。
六七，乘车六七三幺一，小妹你的冤枉。王雅金安安，感谢你的25个星星啊！休息一下，暂停，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一直弹，头有点痛。音乐，好小声哦。选项，昨天我们动工到哪里呀？啊，我先去砍木头好了，我去砍黑橡木。啊，我等一下尿可能会很多，我今天刚刚吃了一大堆水果，跟喝了一大堆水。剪片音乐，不可能啊。音乐只是玩好玩的，跟画画一样，画画只是兴趣，不是我的专长，它是兴趣。下午还要模拟考，只能趁现在偷看了。没关系啦，欸，学业真的重要啊。不需要为了我这种人放弃你的学业。这几天就看台看书，真的有办法挂台看书哦？我都没办法哎。
我现在练成的顶都是，就是 DC 可以听他们聊天，然后就是剪自己的影片这样子。目前练到的专长变成这样子了。去尿尿应该不会死吧？一边吃东西，一边听歌，一边文书，一边看台。等一下，请问你，你一边吃东西一边看书？哦，没事，好像可以。我想说，书放桌上好像可以。等一下，你一边看书一边看台，你怎么办到的？你的眼睛是那种人家斗鸡眼就算了，你是眼睛是分开的那一种吗？你也太恶心了吧！效率，这个可以负不死克星吗？不死克星加略夺。再一个黑橡木树苗，我们就走了。三加 B。好了，可以走了。哦，血血哦，对呢，我想说都是吃零食饼干啊那种。昨天没挂到，好亏哦。续续就在桌上，不会啊？那这画重点有没有？你会发现那个字颜色旁边的墨晕开了。我去尿尿，放流放流。
就是厕所房吗？不是的哦，挂网的地方哦。好，咱们来继续整地吧。很小，以这边为水平吗？